What's up, everybody? Oh, hi, 叉叉。好，欢迎来到我一周花多少钱。然后现在先赶快，因为我要去上班了。就是我已经五个月没有去上班，然后结果这礼拜就被逼去，就在我生日完过两天。我现在来加持悠游卡。我现在来到这个就是连锁的一个健康食物餐厅，然后它就叫做 Pret a Manger， 柳橙汁在美国这种中央厨房做的，2.69，维他命 C， 灵犬来 C，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我现在下班以后呢，就想说来 Chelsea Market 吃面，然后这里有一家新鲜面条 ，very fresh noodles， 然后只能在外面吃，所以只能在外面点餐。我现在就觉得很热，我真的是热死，都是因为他想吃新鲜面条。这位瘦爆妇女，这一个是担担面，艾米丽最喜欢吃担担。好，这个是18.61块的面，还有一杯可乐。虽然这家店服务很烂，但是蛮好吃的。哇，我真的快热死了！我要回家，好热。他服务太差了，所以他刚刚就送我们一碗黄瓜。那、oh. 滴下来吧。嗯，好粗哦，是我喜欢的粗一点的吧。太饿了，所以我们现在来那个纽约最好吃最有名的 Taco， 这家叫 Lost Taco Number One， 就像什么 Number One， 台湾第一家盐酥鸡一样 Number One。然后我点了两个 Taco， 两个 Taco 是9.26块。哦，小声一点。嗯，我超爱吃这个暖暖猪奶奶。恐龙呆呆的，就是呆鸟兽，就是美国人很爱吃的 granola 加上优格，7.6块，好贵哦！啊！母尼母尼母母母母母母啊！口爆我的味蕾！啊哈哈哇！By the way， 刚的自我疗愈行程呢，总共是17.99块。舒压完毕以后呢，我要去买我的晚餐了哦。我跟你们讲，在纽约买衣服100块以下是没有税的。泡菜炒饭呢是13.5块。我还买了10.88块的炸鸡，韩式炸鸡哦，然后全没有骨头的。2.95块的牛奶面包，因为它里面有包馅又啾啾，很好吃，也不搭。我现在把香蕉的包皮啊，天哪，我的香蕉零油油，哦，包皮过长，哦，白人的香蕉真的比较软一点，香蕉要0.99块，一共是3.29。被派来出公差，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不如就来 Bloomingdale's 逛一下街好了。就是大家都对我很好，大家都一直疯狂跟我打招呼哦。因为现在就是疫情，所以都没有客人，他们可能就觉得，啊，这个人应该会买东西吧。但是我会买吗？我不会，我就是晃一圈，看一下有什么新品。请支援收银。来纽约一定要吃的披萨，摸摸上面那一坨是我刚刚撒的粉。妮妮，嗯，
两种香肠，一个是黑香肠跟红香肠。其实我还蛮喜欢吃只有饼皮跟起司的。嗯，8.75。好，我现在又来到了便利商店 Duan Reed。Duan Reed 这里的便利商店就是有一种 je ne sais quoi 那种法式感。眼药水，因为我眼睛就是很容易过敏，然后干干的，所以我要买眼药水。Snuggle 它是熊宝贝的味道，我最爱熊宝贝。嘎咕嘎，房间香香的呢，就会招桃花哦。花了15.32块。我想说晚餐就吃一个汉堡就好，但是要两片肉饼的那一种，一个汉堡14.9块。这个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可是它很好用。然后你看啊，你就这样打开以后，你就这样，哦，你看。它就会有一个香味，这样自己这样嘟嘟嘟嘟嘟一直飘出来。哦，这味道是这个是 Shack Stack， 然后它是上面这个是香菇，炸香菇，香菇菇啊，哇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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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两片肉排。嗯 ，Shaky Baby You So Cool， 香炸香菇里面还有起司。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星期四 Thursday。星巴克在美国到底是多少钱呢？ Venti Ice Latte with Caramel Syrup， 这是我的 Go To Order， 6.48块。好，我现在顺利的进来 Blick 最大的艺术用品店，然后今天是要来买个颜料。经过我的精挑细选以后呢，我决定我要把我的 watercolor 跟 gouache mix 在一起。 gouache 就是一个比较 opaque 的 watercolor。 刚花了21.3块买了两个小颜料跟一支刷具。各位观众，我又下班了。为什么我又下班了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肺炎的关系，根本就不用来上班，而且我是 marketing manager， 他们就是看我就是可能比较年轻就叫我来，所以我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所以我刚刚就说我头好痛哦，我说太热了，我就是有一点中暑，然后我就开始讲话越来越慢，然后而且教室根本就只有我一个人啊，不教室啊，就是办公室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又不来，所以我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而且我明天也请假，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会不去公司的哦，大概就是这样。好，所以呢，我立刻就花钱了。Wait, oh my god, I got a pink one? Yes. And it's the same as the brown one. It's the same exact. Eye cream. 晚霜. Makeup remover. Serum. 很多精液. Eye cream. 眼霜. Eyeshadow. Mascara. Oh, Marcelette.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ay, thanks. Okay. 我现在花了164.27块。我逛了半天就觉得是这一件粉红色 T 恤，它上面这边有很多字 Dois avec moi， 我就觉得蛮时髦的。你们看这个队伍也太长了吧，在那边这里，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隔很远，所以我买到明天可以穿的衣服总共是29.9。我决定来吃我最爱的 Chick-fil-A， 15.93块。给你们看，这个是我家楼下，来到了 The Smith， 就是一个餐厅，然后现在只能在外面用餐。大家好，我们是飞天小女警 Powerpuff Girls， 我是花花，我是毛毛，我是胖胖，你跟泡泡不认识。好吃。虽然我平常喜欢吃粗一点的，但是细细的也有它自己的美味。只要发挥出薯条的功能，它都是好薯条。巴拉啪啪啪！我的霜而已，细这么多。29块加上小费大概34块，所以这一餐算34块好了。我刚刚想说逛一下街，然后就买了一条眼霜。可是它打折很多，它原价60，特价13.99，所以我其实只花了15.23块，精打细算。噔，是我发现人类在生活上钱都是花在吃，所以我刚刚就买很多吃的，
我买了两盒寿司，一个可尔必斯跟一个面包，这样加起来是28.2块，是我的晚餐。我今天来到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就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地方。炸鸡松饼的价格是17.42块。我点的呢，这个是 Chicken Waffle， 然后它上面还有蓝莓酱，然后我要淋上这个蜂蜜，啊啾！然后这个现在在户外用餐，用这种叉具很难用。一口炸鸡，一口松饼，嗯，点半。转车的地方有慈溪，然后我超爱喝慈溪，所以我点了这个 House Special Milk Tea，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燕麦，燕麦就是不啾不啾不啾，然后是5.99块，我没忘记，你忘记吗？好的，我现在要回家了，我刚买了我的晚餐，然后我的晚餐因为我很想吃鳗鱼，太久没吃了，所以我买了鳗鱼跟炒面，一共是32.35块。这样，大家好，我们要现在进去一个 upstate 的公园，一个美丽的公园。今天在这个网美景点呢，就是有三位网美很认真的在拍照，然后我就是也拍一点照片。这就是我礼拜天的行程。我的车费去刚刚的花园，然后刚刚吃了韩餐，然后又喝了一方，可是 我都没有拍照，所以总共加起来是78块，所以我今天花了78块，鸡巴，最后加起来呢是590.39块美金。好，这就是我一个礼拜花的钱，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少蛮多的，因为我以为我花更多钱，很难省钱呢，嗯。